你可曾想过，在充满喧嚣拥挤的台北市区，你就能够为自己的思绪寻找到片刻的舒适和宁静。成立于1997年的皇冠造型，刚开始是以一间以戏剧和广告定妆为目的的造型工作室。经过多年后，在顾客耳语相传下，他决定在2005年扩大营业，并开始不一样的生命。全新的皇冠造型坐落于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一处80平的环境中，摒弃了人潮络绎不绝的一楼店面，不仅拥有了安静独立的空间，也多了无数高楼所没有的绿意盎然。开阔的空间设计以及座位间隔刚好的距离，俨然成为顾客心中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在美发技术上，为了追求更好的专业水平，创办人与每年固定飞往国外进修及旅行，踏遍各地，并将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变成品牌创意经营的养分，不仅让顾客能够接收到最新的时尚资讯，也使得皇冠造型在洗剪染发以及头皮理疗的专业服务上保有不断进步的空间，因此获得无数客户的喜爱和支持。除此之外，皇冠造型针对设计师的培训也使用了优质的教育系统，不仅让美发人员能够获得卓越的进步，再搭配每周固定持之以恒的教育训练，更奠定了每位成员扎实的技术水平。如果您需要平静的服务享受独特的发型设计，不妨来皇冠造型走走，找寻一位最适合你的设计师吧。